大家好，我是夏之光。今天呢，我要去参加见面会，然后我要去在这期间呢完成我的 vlog， 然后完成一些小任务。等会见。Hello PJ One， 今天要去干嘛呀？去 Docky 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一人说一句土味情话呗。这是手背，这是手心。后面是什么？冬天。你是我的宝贝。冬天我就不盖棉被了。盖什么？我的宝贝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的道路吗？我是九，你是三，我除了你还是你。你知道近朱者赤，近你者什么吗？火。近朱者赤，近你者甜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！好了，然后差不多了，说了两个土味情话，现在我也要睡觉了。晚安各位，等会儿见。睡觉的这么帅。夏之光，放学你好，我是夏之光。循着漫长的风，洒落无数的光芒。我让机位亮灯的。Hello， 现在呢，我刚彩排完，然后我决定完成我今天的第二个任务，那就是去占卜别人。看。以为是个薯片，其实它不是个薯片。走。有条蛇吗？是一个吗？没有蛇。哎呀，这个我早就大家都看过了，你好无聊、哦。他薯片里有蛇。我在地上。找起来。那边对着吗？啊？我去那个墙。啊！吓到你了，怎么办？没事吧？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这跟剧本设定的不太一样。然后现在呢，我的第三个任务就是找别人玩这个东西，然后两个互相按，如果谁按得快了，这个就会过去，然后会拿球打到那个人。好，咱们现在准备去找个人。说好，任务成功。哎，他这个是假的吗？为啥我？那最后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对别人鼓个励，就说他真的不错。哎，后面好像是姚晨在吃饭，好去找他了。你过来一下。不问，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很不错。太舒服了。Hello， 然后我刚刚跟我的女王走了花路，然后马上我现在就要去上台了，有一点小紧张其实，然后加油。好，因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抽证。看一下我的家人们。四，第三个四排六座。夏之光的粉丝。六。Hello。欢迎光临。谢谢。这边还有个小玩具。好，你好。你要练一下。这样吧，人总得有一些小缺点，对不对？我有点紧张，因为第一次做。签售的这个东西，我感觉大家真的喜欢一个人真的好不容易啊，希望自己和所有做这个行业的人真的值得被大家喜欢。加油！
现在全社会结束了，我收到了好多你们的信件，还有特别的开心。谢谢你们来看我，也谢谢你们来支持我，我会一直努力下去，真的有你们特别开心，然后有你们也感觉不再孤独。辛苦了，今天大家都Hello， 现在是凌晨的12:10，今天第一天的确是一个挺辛苦的一天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一起走下去，加油。